本星姐一个用 AI 做冷知识带货视频，小白也能日入300的一个项目。以前我们做冷知识这类视频，基本上就是直接把同行的文案拿过来进行拼音就可以，但是现在文案有查重，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修改。我们可以通过 AI 写一段冷知识文案，再通过 AI 拼音，最后合成一个新的视频。这种方法制作的作品原创度很高，也很容易爆。这课程包括项目的介绍、准备的工作、项目实操、变现方式、注意事项都有讲解。这是创作分成计划啊。发了视频号的话，还有这个创作分成的计划，大家看看，几块钱、百十块钱全部都有，啊，还可以。我们主要是做带货啊，大家看看带货，啊，30000件，售出了30000件，大家看看，佣金的话也是非常猛的，啊，佣金非常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啊，五节视频课，包括对外账号啊，同行怎么操作的，啊，收益图，啊，还有这个项目需要的资料，大家看看，全部都有提供。包括软件，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冷知识带货视频，就可以下载本堂教程了。